水果非常消暑，但更潮的做法就是把水果当成宝石镶进冰棒里，不但好吃，更让你一看就少女心大喷发。这款手作鲜果冰棒的幕后团队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，他们把 MIT 冰品推进了新加坡、越南等地的连锁超商，即使一支冰棒最贵要价120元，还是吸引外国客户排队抢单。光在今年6月份就接到了8个大货柜64万支冰棒的订单。老板严仲林其实熬了3-4年才闯出一片天，最惨的时候亏损300多万，让他白天开 Uber 筹钱，晚上又回到工厂继续拼。但如今不一样了，他把冰棒当成是潮牌经营，和其他业者合作推出了联名款，月营业额冲破100万。外销一支能卖多少钱？答案是120元。这批8万只正在分装，就准备出给新加坡。一批赶完，还有64万只等着他。因为我们之前是24小时生产，大夜班就是我在做。那你睡眠越少，代表生意越好。嗯，我想也是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是用命在做事。严仲林29岁，已经很有老板苦涩。Let it put there like this. Okay, one by one, one by one.他的合伙人同样不满30，因为目前只做大概一半。啊，不是这一半？对啊，我以为只是一半。对，昨天大概500箱而已，所以只有1/4。一个负责生产，一个冲刺外销，光是6月份就拼出100万营业额。不止新加坡，一箱箱冰棒还卖到香港、越南和泰国，靠台湾水果精准切入市场。到国外参展的时候，就会到那个国家，然后去他们的超商看一下。买冰棒吗？不管买冰棒，或者是买吃的，或者是买喝的，对。那它其实整体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跟台，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，就是我们比较健康，喝不甜，可是他们喝非常甜。那包含冰棒也是一样。就是糖啊，跟香料啊，对啊，几乎都是这样。跟台湾的有区隔对。采访这天，工厂正在赶单，输送带上一只只芒果冰，包装封袋。作业员一边计算，一边品管。可能放模具下去的时候，它就已经移位置了。哦，那这就不能用了。这就变成我们的瑕疵品，做不完美的，我们会捐给一些孤儿院。芒果用奇异果当底，还镶了草莓果肉，荔枝可尔必斯也吃得到整片柠檬，玉里西瓜则和金钻凤梨、奇异果混搭，标榜不用添加剂，100%天然。像这一支的话，就是蝶豆花，蝶豆花熬出来其实是蓝色的，那看浓度，所以我们这就调天然色的，那加上柠檬汁之后，它一个酸碱中和的一个反应吧。就变成紫色。做个冰加搞缸，可苦了产线员工。比如草莓吧，得一颗颗夹除蒂头，再一个个按压切片。猛一看，这一位竟然在蹲马步。你是真的这样子蹲着弄的？对啊，我可以啊。那这样可以蹲多久？就一直这样蹲，蹲然后开一个合的超远。这样我光蹲好看，我就觉得好累。很厉害，就跟我平时运动一样，因为运动女生也会练深蹲啊。说是做运动，其实为了让视线和模具水平，才抓得准薄薄果片该推到哪个位置。技巧其实就是专注而已，就是看好它的位置。赶单时往往要盯上一整天，微调上万片。没有调整它会歪掉的。对，然后再加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放那个芒果下去的时候，怕它，因为它没有紧贴的话，这个冲到它，它也许会掉。细活慢工，机器不好做，也只能仰赖手工，所以耗时。非得等到第一层完全结冻，才能再灌第二层。就算是急速冷冻，一批做好少说40分钟。而严仲林的创业路，也像这些冰棒，熬过一段不算短的冷冻期。成本高，单价比一般冰棒贵3倍，一开始根本卖不掉。冬天的时候，冰库里面堆了几万只的冰棒，想说哇，怎么办？跑去找连锁的火锅店，
然后跟他讲说这个是纯水果的，带着样品去请人家吃。那他们说，因为现在冬天，这边是我们制造的库存，对，那我们能不能帮忙销售这样？那其实都是以成本价，几乎是以成本价出清。对啊，其实蛮心酸的啦。最惨时，他负债300多万。最苦的时候，连摩托车都拿去超贷10万。家人朋友要买家电，哎，找我刷卡，我还有额度，换现金给我来缴房租。状况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去开 Uber， 开到 Uber 的钱，一天开10个小时，然后好不容易把房租开到了之后，可以缴出工厂的房租之后，再回来赶快计划工厂接下来夏天要怎么办。新的产品的研发做什么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为什么我外面的车子挂 R 牌，就是这样。别说开 Uber 了，为了几钱甚至弯下腰。心怡，那个心怡问我说，我是不是真的会修机器？他是真的，这个会修是真的，你看得到的，他真的懂的。6000自己赚起来。6000？他们从彰化来一次就是6000。24岁创业，他说凭的是一股冲劲，但念法律的跑来做食品。当初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你爸妈气死了。或许是想做给父亲看，他打死不退，长达3年都在苦撑。因为我不会去写104的履历表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自我介绍，自传，所以我觉得工厂就是你最好的履历表。那创业第一件事情，如果是以失败为收场的话，你的履历表上面其实不是很好看。我觉得创业3年很重要，就是第一年你可能还在找方向，第二年你可能慢慢理解到你的目标客户是哪个族群，那第3年是找慢慢寻求对的合作伙伴。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，就是创业的冲劲大家是一样的，可是后面的续战力跟那个毅力，就是我觉得是今天翻身的重点啊。等到真正翻身，看到成绩，其实已经是第4年，才顺利把冰棒卖进连锁通路，也打开了外销市场，生意迅速加温，好几次被睡工厂熬夜赶单，还真的睡上面啊。上面很多东西也有，被子有，枕头也都有。窝在小小夹层，还计划着盖新厂，把生意做更大，也终于敢把自家冰棒拿给老爸尝鲜。但他有吃？哎，有吃。吃下的表情怎么样？我没注意看，因为我不敢看。对，因为我怕我受伤啊。那他就什么都没说？好像是。我没关系，我就给完之后我就赶快跑掉，离开现场。还是希望他是赞成吧。我们就努力做好我们的事情。全球一年有破1000亿的冰棒市场，靠着创意与韧性，台湾的少年家一步步抢攻着冰家必争之地。